后我就看二更。但是如果我喜欢比较搞怪的，我喜欢音乐，我就上抖音。那我喜欢一些各种各样的碎片化的知识的混杂，我就上阅读。因为听课是很累的，但是我注意力始终聚焦在。我也是，很久很久很久。我连捞了，我三脚都撇不到，就这么两百米，根本就个天籁照。